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。这个今天呢，给大家放一局身份局录像吧，就是好久没给大家放身份局录像了。看一下今天录像，先看第一局啊。第一局这个录像应该是比较早的，但是比较有意思啊。咱们看一下，主公选择了曹丕，看一下场上选将啊。这局有意思呢，就有意思在这个武将，这个武将是以前的那个砍上线的马岱。就是可以把人这个血上限消掉啊，这肯定是反啊，专门砍曹丕上线的啊。这个砍上线是可以达成真正的完杀啊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你把这个人的血上限砍没了，这有桃也救不了啊，1万个桃也救不了啊，就死了，真的是死了，因为你没有血了。看一下这局比赛，好，主公上来忙了一下灵统，顺也没手有问飞题，杀了一刀，想希望他闪，然后再顺一下。啊，他没闪，结果把他闪顺过来。过河拆桥，这边这个潘马跳了一个反贼，好，挂了一匹+1马，然后杀主公，表示主公你看不到我。那主公表示掉两血不愿意，这个果断出闪了。其实可以考虑卖血翻了马岱啊，不然被马岱砍好像感觉很亏的样子。这个韩没当杀。跳内了，因为。他有装备，他坐作敌为兵中反，刃，他不可能不如动断的，其对不对？臂。这个跳中，杀。杀一刀，刘协跳了个反，自杀表示事不关怕重挑大，衅，反正裸切奔是不记是？小心行事。哼，你满身都是这破个绽，刘协配这个潘马，满身都是为破了绽，还局挺阵厉害前，的。哼，不这斩不足个刘协惜，配潘马厉害，配马岱一样厉连害，锁连对吧？环，把这个+1马拆了。潘马的+1马还是比较厉害的，无你懈看你可家身击。份，齐了，齐整杀！了，朕乃大汉皇杀室一刀，天命杀，之哎，子，没有红皇杀，只汉能杀合这个纵，刘协，千年要不不然就息。杀马岱也问题不大。无中生有，不过先杀刘协吧，刘无协毕中竟三生血，有。好杀一点，而且杀！刘协是马岱和这斩个草潘除马的根，核心，除看这恶回务主公尽，开始萌萌哒了，五谷丰登，变成三血小曹丕了，不无过。懈可击。这个怎么说呢？话说回来啊，这无个懈可击。反正大家纷纷的打无懈啊，就是这个曹丕啊，他血少了以后啊，他放逐反而就很简单了，你就放逐敌人吧，反正也补不了几张牌，尤其你的被削到两血或者一血的时候，伤敌十指，不如我断攻敌一指。伤敌十指，不如断其一指，然后这边变成两血。顺好，手这边飞火扬。攻黄盖被打到一起，我觉得主公很惨了啊。除了内顺奸手满飞状扬。态，主公已经这个样子了，然后忠臣全都一血，那非常惨啊。先拆拆拆，命于须臾之间。好，拆内奸去了，拆黄盖。我感觉杀。你把藤甲拆了吧，要不然杀不进去啊。杀一刀，这个主公呢，乐不思白蜀，板只能摸摸牌，杀一进刀，屋，火杀，九火急杀。其懈怠，攻其不备。我靠，这一下三血。太狠了，真的是太狠气了！味我的投属鼠，下，好，他的桃也没得吃，而表示自己坏吃桃之，没什么卵用了，不如去黄盖。有这个牺牲精神无嘛，懈有可大无击。畏的牺牲精神。这个无懈，这无懈打的其实没啥意义，对啊，这无懈这么不值钱，我也觉得这么不值钱。那里面没什么好牌，而且这韩当不是被乐了吗？游戏打的有点莫名其妙爱啊！卿是受皇恩，好，又堪要辞这重个任。削主公了，主公再被削闪！就惨了。这个马岱出杀，就果断得闪了，我这把不老然骨是头卖血不的。算好，什这边么，黄盖也是肯定要赌了，且坐有没有连桃珠也得而行，赌，对不东吴对？你不水然的师话，可这破。种局杀！面还怎么打？朕乃大汉皇帝，天命之子。大汉皇帝，天命之子，那反贼有没有桃？反贼这么穷的，好，还是得刘协自己来啊。哎，反贼怎么这么多牌都没有桃啊？反贼杀！真的是穷。好，再杀斩主公。草除根，啊，除终于恶判了务一张尽，红桃。连过来这张杀！红桃其实还是非常关键的。伤敌十好，指，两张不红如桃，这断两张敌红一桃非指。常关键啊！你看主公被削到了罪两魁上祸线，这时候就无脑国，翻未反乃贼上。了。你翻反贼只补一牌，就肯定翻反贼，没什么好说。就关键时候，我刚才这么说吧，如果刚才那两张牌判的不是红桃，其他的主公已死了，主公没有上线了，手里的桃子是没有任何卵用的。闪！就是真正的完杀，但是关键的时十候五一掷，就是总是红桃嘛。你像
邓艾你用多了你也能理解，是不是？休想趁人之危，休想趁人之危。这边开始开大，乐也不用，是吧？杀！马岱气着一张手牌，乐不思蜀，千年不息，翻二了一下。这下刘协应该是去了，但是反贼还有希望，只要马岱活着有希望，马岱会把主公削死。杀！好，怒收连弩，怒砍一波。啊，反贼瞬间就蹦蹦达了啊！我的是我的，无惧你的，我还是我的。这个韩当呢，可以适当的压一压黄盖。他好像不出了啊，没杀了，扔桃了，扔桃了，那就一定是还有桃。桃园正邪，这桃园是比较聪明啊。内奸不希望看到这桃园，反贼呢也不希望。马岱又被打成这个样子。看马岱能不能摸到杀了，你摸两，如果你摸两张杀，你还是有可能完杀掉主公。恶物尽，主公一血上线。闪，闪，主公一血上线，好火攻，哎，又拍中了，不过还有九，哎，一血上线就更简单了，无损翻面，看见没有？翻面不补牌啊，一血上线，没见过，好，连神借刀要翻盘了，连呢，杀。这个也不用拆了，因为自己有雌雄剑，就不用拆加一码了。先杀收了，然后就去拆这个谁、拆这个潘马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他没见过一血一血的桃皮啊！其实生死就在一瞬间啊！然后马岱判了一个飞红桃，主公就死了。这刀岂是你配用的？幸好他能夺刀啊，不夺刀就死了。过河拆桥。你可没有桃子，你扔桃子了，你必定有桃子，我不信你没有桃子。冰凉寸断，且坐连舟而行，我东吴水师可破了。其实大家都还有机会，主中方呢也没什么血线了，一血留个桃子，想不留也没辙。南蛮入侵，南蛮入侵，黄盖应该是去了。盖。这个求桃顺序就非常不好啊，主要顺序是韩当先求桃，那他肯定要救了，因为主公只有一血，他也不知道主公有没有桃，主公扔了张闪，这也没办法。但是如果说要是先求桃，桃皮桃皮肯定他就自己吃桃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如果你要赌心态，你可以炸内奸的桃，能不能赌得过心态，内奸他有桃是肯定的，因为之前扔桃了，不可能没有桃。不但有桃，好像还貌似还有很多的样子啊。顺手。这边呢，这边主公呢，现在就是有一张关键牌，就是个小马车。这张小马车呢，导致主公的血上限又提上去了，是不是？那攀马就等着抽主吧，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，你杀内奸是没有任何前途的。你想赢就等着偷主。主公的小马车要发挥作用了。杀一刀，夺敌兵刃多不多？不多，手牌不舍得。好，主公怒藏一个乐，也并没有着急去落潘马，觉得潘马也杀不死他。潘马掏出一把灌石斧，不敢信，灌出去。啊，主公幸好还有一个桃子。从事后结果来看，韩当出不出那个桃也是一样，就是主公出那个桃，韩当的桃还得救。这边呢，古刃刀直接菊花爆，菊花爆满山。火攻如果能拍中贴个乐，然后主攻这个手牌还是可以赢的。换上灌石斧，扔张杀留个桃，看这个乐了啊。这个乐其实啊，如果说天度了，主攻还是去了，只有一血，那边一拆就死了。灌石斧灌出去啊，最后也是一血蒙蒙达获胜啊。只能靠这个接着看吧，看看这局。有视角玩家的 ID 叫陆翘，二六区玩家感谢看录像。这个八号位的反贼，主公选择小胖子，这边反贼你就选张辽、荀彧吧，这个破逼徐庶太弱了，没什么卵用。啊，最终选择荀彧，看一下这局比赛，主公会不会选择盲放权呢？并没有。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盲放权的，大胆点盲放权袁术嘛，是不是？看来袁术比较像忠臣。
啊，主公直接干这个跃进和周瑜也问题不大，无中生有。跃进嘛，本来就回纥外的武将，而且这个赵云和这个千里之外叔霸比较像忠臣，百战之神啊。结果周泰是忠臣，周泰忠臣有个卵用啊，顺给刘禅补牌，刘禅补牌，刘禅出牌嘛，能进能退，还是放权你白板了。两位大刀，愿赴此去。闪，这流氓云反贼。哎呀，选周泰忠臣我也是醉了。周泰忠臣有什么用？还有选跃进忠臣。哎，你就这种忠臣，你忠臣选回纥外的武将是什么鬼？放权你回纥内有什么用啊？抉择吧，在苦与痛的地狱中，顺守天阳。这边跳了个反，那从咱们视角来看，这个叔霸就是忠了吧？那周泰和跃进有个内奸，内奸也就罢了，内奸无所谓。但另一个忠臣，你肯定选择有问题。那叔霸是忠臣，肯定没问题。好，一顿搞。那周泰让你浪，浪了半天，最后还被乐了。不过手里牌也并不怎么好，全是大黑沙。那这边呢，这个袁术呢，数人头够了，肯定这边怒干荀彧。我这边荀彧呢，决定骗一波牌。其实啊，我觉得这边你不要，你给主公补一张就行了。你要是装身份，你给主公补一张就行了，不要给周泰补。你就假装看不懂周泰的身份，你就给主公补，觉得周泰是内，敬你之手，与他一搏吧。你给主公补没什么问题。第一，只补了一张；第二，这个小胖他愿意出牌就出呗，出牌他就没技能了。主要这么搞的目的就是不让他放权袁术，让他放权那边没技能，我放心，然后果断放权周泰。放权周泰和放权个白板是没有任何区别的，是不是？借刀杀人。看这个周泰啊，这周泰决定搞袁术了，搞吧。如果你搞袁术，那几张牌就没白补，刀不给。顺手牵羊，顺手牵羊，无中生有。如果说这个他要去搞袁术，这个刀是真没，这个牌是真没白补啊。好，这波不亏啊，袁术已经被打成狗。不但小胖没放权袁术，还袁术还被打成狗。这周泰还等着补牌呢，你想多了。这时候肯定不给你补了，你已经把袁术打成狗了，还给你补什么补啊？背弃闪，我把身份跳回来。袁术呢？不是荀彧呢？是比较容易把身份跳回来的。闪，闪，闪，傻眼了吧？袁术其实也没装，袁术就很正常的打法，他忠臣够了，他就打下家反贼，他其实并没有装。不过袁术啊。有一个问题，我觉得袁术应该这么打，就他过拆，他不要拆荀彧，他去拆一下其他的名反，然后再去杀荀彧，这样的话就是你身份就跳明了。看我这一手，是吧？你就是这样去光拆荀彧杀荀彧，其实就是七八位恩怨的事儿啊，并不好说是一定是谁。无懈可击，看接下来的吧。雷杀，这周泰脑子有病吧？怎么还杀袁术？这荀彧都说了，你看还去杀，就差一步了。哎呦天哪，我这真不多谈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已无语，火杀，嗯，打打杀杀真没意思。杀一刀小胖，行吧。这边呢，你削吗？没什么好削的，削他，扔个藤甲，无懈可击。主公又不放权了，主公确实没啥可放权的。你说就这俩人，这怎么放权啊？就一个能放权的叔霸被你们给弄死了。哎，你选这种就没法放权了。主公表示，主公我去夜袭寡妇村去了，对你们已失望之极。两肋插刀，愿赴此去。两肋插刀，愿赴此去。喜屈命。反正反贼就推主吧，可以。要能打到主就推主。闪。赵云其实小胖挺克流氓云的，流氓云啊，这个武将啊，你让他每回合摸两张基本牌，太难太难了，根本不可能的，火攻也没火攻中。谁是内啊？跃进是内啊？周泰是内啊？看看吧，感觉跃进是内吧？南蛮入侵，反正裸了，南蛮吧。小伤算什么？雷杀。这点小伤算什么？
与我为敌，就当这般生不如死。放弃治疗了，可以加快进度了。面对一个放弃治疗的主公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秉忠贞之志，永不背弃之。逃走捞起来。我爸爸是刘备，此乃屈辱之至。爸爸是刘备。别打脸。约进是内奸。我投降还不行吗？内奸选什么倒无所谓，对吧？忠臣选将，你还是要好好的选嘛。看一下这局，主公选择了刘晨，这个叫主持人 ID 叫梦醒方知，一区玩家感谢他录像。这个也是新主公啊，咱们看看这个主公的发挥。这个主公呢，前期基本上就白板，然后中后期以这个爆发为主，可以打逆风局。梦醒方知虚啊，无中生有。这个你这梦醒方知虚是那什么了吧？所以虚了。我就不多谈了啊。这边火攻王毅呢，王毅并没有拆主公，并没有这个自爆，顺手牵羊，这个干净了。虽是妇人，亦当奋身一搏，准备动手，为雪前耻。啊，你说这俩人吧，这个刚正面，反正你俩是都是忠臣的，还是甘宁是反的？我觉得甘宁不是反吧，甘宁是反，就顺主公了。你说你俩就一根筋吧，无懈可击，决斗。张飞好忠啊，张飞这个应该是忠吧，是反也不会管他们的事儿。可破敌之围。好了，这下就有意思了。哎，这王毅给牌了。哎，我就说你们两个忠臣非得是较劲，较什么劲啊？这个甘宁又没顺主，你王毅抱他干什么？然后抱了，然后这个抱完了吧，然后甘宁呢也非较劲，他又没抱主公，啊，反正他们两个人就互相在这较劲。不要责怪你爹啊，较劲挺好啊，脑子有病。反正你俩，哎，我觉得你俩就都互相在较劲啊。杀，我就不多谈了，真不多谈了。咱们看看这。这是给主公创造一个条件啊！这个刘晨主公就是要打这种大后期，就要放弃忠臣，不给顺还气我牌。那你第一，首先你呢就不要顺他，他第二呢，他没顺主，你也不要拆。哎，反正两个人互相喷啊！你感觉所有的王毅都有病是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无中生有，无懈可击，杀好。咱们还是要坚持打下去啊！这大表哥应该是蹲坑吧？蹲不蹲？不蹲，看手牌比较好，要行动。你打不死张飞，张飞下回合就爆了你们。啊，这个你看这个甘宁和王毅互喷也挺好玩的，劈腿月下美。里面开始集火香香了，总共这个手牌还是可以，好像场上没有什么刀可接啊。一张杀，拆了他。这边呢，杀徐庶，然后决斗香香。杀。连弩还是要挂起来的嘛，因为你这个连弩啊，然后如果一会儿决斗不过了，还能卖个血。此战安能言降？这个主公就是适合打这种逆风局，大表哥还是有桃的，可惜啊，没有杀，有杀的砍一刀。天道轮回，善恶有报，天道轮回，觉醒了。杀！哎，甘宁这个，掏出一把丈八蛇矛，砍一刀，然后再拆一下。好的，拆掉香香手牌，希望这个张飞能活吧。看看曹彰，我定当身先士卒，定当身先士卒，敢欺我东吴人？哎呦，这个铁锁就没有意义了。好，一个南蛮。表示要收了香香吗？收不收？看其他人会不会救啊？其实我感觉啊，可以不救，这香香真没什么卵用。你让曹彰收了，让反贼状态都好一点，不要留一个团队短板。留个团队短板是要出事情的，知道吗？你说，假如啊，这个香香摸不到杀怎么办？别管我。这个香香，你说又不是吴国香香，吴国香香，这个和你们约一约，大家都回复起来了。这香香有什么用啊？你让这个曹彰收了，然后那边呢，他砍死张曹彰砍死张飞，然后呢，
徐庶把他那个桃吃了，三个反贼的状态都好，你现在都搞成有两个残血的反贼，就很可能被这个主公反爆了。这个主公对吧，他是有爆发能力的，他不是说没有爆发能力。好，这边被爆菊花，要一血能不能翻盘，如此是非常有可能翻盘的，对吧？他在找锦囊，想找乐或者说其他锦囊打死这个刘晨，扎一刀。好，你这个八卦阵是非常之水啊，大哥，你手里剩个什么牌啊？还扔个闪。母亲。啊，剩个杀防绝斗嘛，并没有什么卵用啊。你我都是一家人。这边也没办法，你只能先吃桃。你不吃，除非你说我不吃桃，我就刚正面，也不太好吧，毕竟还有俩人呢。所以他只能先吃桃，让他决斗，看能决斗能决斗过吗？好，依然还是决斗过了。东都难归，再收一个。处心难，这牌非常好啊。顺手一下，哎，三张煞，把大宝哥杀了，把大宝哥杀了，和这个曹彰单挑吧。闪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上，上了你们。优柔寡断，要优柔寡断要不得。单挑，理论上来说，这个曹彰还是有一些优势的。啊，曹彰离线，但是他回来了，因为曹彰可以通过大量的过牌慢慢消耗，就不要着急。我觉得吧，曹彰先不要着急，先这个每回合摸三牌回回状态，就是因为你摸的牌多嘛，你手里流沙也不太怕决斗。这边卡了个加一码，有点醉，没办法，加一码是一早就有的，你就摸三牌嘛，谨遵父训，不可。你就摸三牌，先养状态，上面调快点速度吧。单挑，不用说的太细致。这边的等机会吧，一会儿实在不行，如果就是养的太肥了，就只能跟这个曹彰刚正面了。雷杀，曹彰是想把这个点弩寒冰掉啊，他还是比较虚的。我觉得你先不用着急，你就每回合摸三牌，这个找过山射手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有天度了，你要是每回合就摸两牌，你就没有优势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，你就等于两个人一样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寒冰我感觉没有意义，谨遵父训，因为他没闪，他手里也不可能有桃什么的，能有啥玩意儿啊？就两张牌。好，这边摸了个南蛮，那这边就果断跟你决斗了，刚正面了。你就摸三牌，我觉得挺好，当英姿使发，终于摸到这个啥了。哎呀，终于摸到过差了，我去。谨遵父训，不可成匹夫。谨遵父训，不可成匹夫之勇，慢慢耗呗。此刻，当时当然这时候就体现出这个功夫了，不需要跟你拼命，就跟你决斗。哎，真没觉得，我定当身先士卒，曹彰决斗不过，朕威武雄风，什么情况啊？有杀不出吗？还是什么情况？哎，你说一张杀，你摸一张牌干什么？你还继续摸三张牌吗？你杀留着，他跟你决斗的时候你再干嘛？你这样的话，你没杀，你就又被决斗憋两血，你这越来越难受。不可成匹夫之勇。你摸三牌，这个刘晨其实还是比较难决斗你的。此刻决斗是个拼命计啊，安能言降？再摸啊，把他牌耗光，耗光也行吧，强行把这个曹彰牌耗光，再补三张。匹夫之勇，手牌不溢出，不要挂装备啊！成败在此一举，杀！成败在此一举，杀！刀杀人，要怂，他打不过你。这个甘宁指挥地啊，匹夫之勇，指挥地。哎，这可以各种决斗了啊，花式决斗啊，主公摸到决斗就可以继续花式决斗。此刻唯有死战成，唯有死战。哎，这个手牌来的真是屌啊！决斗再加南蛮带走啊，这个主公就是实行绝地反击啊，看的还是比较爽的。再看鱼，日料玩家 ID 叫酱油党小四，一区玩家感觉他录像。我选择孙权那间我觉得你只要不选华佗什么都可以选，那华佗就算了，华佗高端那样。
这局也有个亮点啊。哎，这局刚才那局那个亮点是周菜，这局这个亮点也是周菜啊，到底亮在哪里、啊、咱们看。文为示范，好，行为试了一下邓艾，邓艾成个田，且慢，周菜也没爆，这都很正常嘛，棋手大家也不都不知道身份。邓艾骑着马过了，并没有动。好，貂蝉放南蛮，看起来跳中了。看他后续吧，路人有的是什么反中也都乱放南蛮啊。复我大魏，复我大魏，扬我国威。兵粮寸断。看他如何离间吧。好，离间跳反，不是跳中，这肯定跳中了吧？没离间主，没离间主，离间邓艾和太史慈，这肯定跳中了吧？你不要告诉我这是跳反，那太史慈这肯定是跳反。喝酒，好，拼周泰，他表示周泰可能是反贼，然后周泰出的大点，周泰也是中嘛，周泰是中就其他都是反了呗。杀，这边默默的杀一刀无辜泰过了，对吧？跳个模糊身份，对吧？反正不杀这个明反泰尔斯，默默的过了，扔一个桃，虚报万箭，万箭是要虚报的，对不对？对于那一间来说，这时候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你我推心置腹，岂能相负？你我推心置腹，岂能相负？然后他表示你管我，看这个周泰怎么打。好，结果周泰呢跳了个反贼去打貂蝉，好，算你屌，杀。他说你管我。好，周泰是反，那谁是中啊？邓艾是中，吴国泰是中，杀。那忠臣也够矬的，就在今日。好，主公去杀这个曹睿。然后周泰表示问号，周泰表示好，周泰表示主公你是个菜逼，你看不出来中反，咱们看看到底是谁，是谁，他说哪里来的烂傻逼，那看看到底谁是这个烂傻逼啊。你是中你跳反了，你到底是中是反了，就打打看吧，说这么多都没有用，是不是？邓艾怒开桃园，邓艾不知道是怎么判断的身份啊。好，借刀连弩借走，过河拆桥，过河拆桥，拆人王盾，离间，好，离间周泰，让你逼逼。周泰表示哥的血非常珍贵，扬我国威，也不管这个你曹睿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了。好，这边看有人打无懈，好，吴国泰打无懈，吴国泰是反，反的有点多、啊。那个定个忠臣在哪儿？是不是周泰神将啊？不知道。铁锁连环，铁锁连环，连了两个比较难搞的，让他们去搞。顺手牵羊。百战之神，好，周泰开始卖了。周泰，你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周泰，你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周泰是中还是邓艾是中啊？好，周泰被一顿群殴。孰忠孰奸，朕尚能明辨。孰忠孰奸，朕尚能明辨。啊，周泰真的是中啊！周泰是中，你刚才骂谁呢？你这不是在骂自己的吗？骂自己骂的是。呼呼山响啊，杀，怒杀曹睿，我这个救起来的话有可能一桃两血啊，大概率有桃子。复我大魏，扬我国威，复我大魏，扬我国威。曹睿的配音倒是还蛮帅的，是不是？你看就邓艾，这是邓艾就是摸牌弃牌过，就没见他干过啥。火杀，他在干嘛？摸牌弃牌过，纯正的白板啊。羡慕吧，周泰又打问号了。周泰，你就别打问号了。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？你都忘了吗？九，火杀，火杀，九火杀，酸爽啊！解锁传导真是酸爽。战如雄虎，不惜屈命。啪啪啪！接下来呢，连弩就直接突那个谁了，突主公了。不要去杀周泰，突主公和貂蝉了。雷杀！哎呀。你杀周泰干嘛？不是你杀周泰有什么意义？不浪费输出吗？你就砍孙权啊！什么雷杀？你反贼的意义是杀周泰吗？万一周泰，对吧？万一他十三不屈，金枪不倒怎么办？如雄虎，不惜屈命。我不杀孙权，我也是醉了。好，周泰现在说了一句话，说没有貂蝉可以，没有我，你们咋登？怎么打邓艾？哎，我真奇了怪，貂蝉打邓艾。还不好打、啊、貂蝉不是有貂蝉还不好打邓艾啊，你说你周泰怎么好打邓艾？邓艾一白板又没有觉醒，无中生有，你这什么思维啊？我觉得貂蝉比你重要多了，而且你上来啊，
你上来打貂蝉，然后主公没打貂蝉，你说主公是啥？欲速不打油。不过呢，事情可能就已经到此为止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沮授这个一把牌啊，何人敢放肆？这个手里有顺手，是可以把那张脸弩射过来的。游戏我觉得已经很简单了。势需缓图。哎，你不要救他，你救他干嘛呀？打野，他是不是没有自信收全场啊？你要有自信收全场。砍辟荒野，军民并风。不要救他，这边是绝对有自信收全场的。这个手牌，把那个脸弩顺过来，是吗？你还没有自信收全场吗？哎，这个朱泰是奥特曼，突然发现怪不得这么神。循循而进，反正用沮授呢，你就自己这个看好花色，看好点数，连赢起来就行了。具体的我就不详细说了。当然，这么多牌，反正你自己看好这个花色，看好点数，循循而进，你知道该杀谁。只要连赢起来，基本上就问题不大，就收全场的节奏啊。当然，周泰的表演远远还没有结束啊，我们接着看。决斗，由缓至急，登岸，循循而进。有这个其他出牌，先优先带走登岸，登岸不好杀。文为示范，是，但是还是先杀乌泰也可以，但是反正就是为了连赢嘛，你就看吧。铁锁连环，势需缓。手牌已经爆炸了，欲速不打也。由缓至急，循循而进。势需缓。杀呢？没有。欲速由缓至急，循循而进。就。救，你操心啥呀？救，势需缓图。你一个忠臣还在这操心？你救吧，你来，你自己来救。务必用心。过河拆桥，由缓至急。不要无端挂出来，他并没有无端挂出来，他只是他挂脸弩的时候是为了杀这个什么？周太太表演了。周太太表示我要给反贼补牌了。由缓至急，不打也。他挂脸弩刚才不是为了杀这个貂蝉吗？当代三世文为示范，行为是则不打也。好，周太太表示内都要赢了，你还在这里多嘴，内赢不赢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一个忠臣上来杀忠臣，有什么资格说其他的？你管人家内赢不赢的，内赢不赢是人家的事情，人家自己打出来的。你这个除了仇内还有什么？一心向北，悔不该耽于一人。这一手感觉都快把排队再发一遍了，有点凶残啊！这是人家家的技工。这个我用技工经常就是白板啊。看最后一局，不是要玩家一定要尉迟结怨，百度区玩家感谢他录像。看主公选什么？主公选小胖啊，这里面这个优质选项就比较多了，刘晨、刘峰、诸葛亮、陈宫。曹植都可以选，除了灵统，我觉得都选别的都可以选，都是别的武将都是值得放权的，对吧？都是非常值得放权的。看他选什么吧，我选择了刘晨，看看这种什么那种二张啊，什么孙尚香、曹休这种，一看就是反，大乔也像反。他就打大乔没什么问题。二号位陈琳有点像中了，二号位陈琳很屌的，可以拔全场。你看全场这三血武将，这拔的就是酸爽啊。如众叛亲离，当有此报。众叛亲离，如众叛亲离，拔全场酸爽啊，当有此报。而且从咱们的视角来看，咱们是忠臣，这陈琳是忠臣，所以都根本就不会扒错的，就扒个内奸也无所谓，对吧？等于提前限制内了。如众叛亲离，这一下就等于反贼八张牌没了，赚翻了，真的是赚翻了。二号位陈琳就是这么屌。火杀，伯父不在身边，我要自己保证。我被孙女留，伯父不在身边，我要自己保护自己。诛灭逆党余孽，这二张纸，二张跳内了。人人得而诛之，就为了捡张闪。但你给陈琳固正个闪是什么意思啊？人人得而诛之，大乔并没有动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？没方片吗？
啊，这个龙一也是被搞得很软弱的，给第二张扔扔牌吧。曹休呢？不是曹休，孙休啊，应该也是没什么卵用。可以治天下。诛灭逆党余孽，这也跳个反，则国之大福也。不知道了，玩玩装备可以。这个孙休和这个二张玩玩装备。杀一刀，陈琳被集火。这个刚才二张不应该给陈琳固正闪的，没什么意义。这边咱们是。咱们是这个忠臣肯定要干反贼了，先干这个残血反贼。忠贞玉帛拆了个斧头，挂连弩开始输出吧。反正呢，唯有死战，决斗不过还是个麦克斯。下面有无懈啊，谁的无懈？二张的无懈啊，二张也是反。大乔是内嘛，上来也不乐。铁锁连环，铁锁连环。雷闪，二张要发挥了。闪，哎，又闪，让你固正闪，让你瞎固正闪。这边你放权陈琳也可以，或者你放权，其实放权刘晨感觉更好一点，因为刘晨这边就是有连弩，决斗起来比较厉害。这边陈琳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民心所向，是给刘晨补牌，当仁不让。给刘晨补牌就不多谈了。火杀，拆一下火杀，人家嘛，再琉璃闪一下，不愿意死。有闪，如败法乱纪，你不给这忠臣刘晨跳还不中吗？把吴谢和桃儿都当决斗打出去了，你还不给补牌？烈胆胜须眉，还不给刘晨补牌？你想什么呢？国害民，道行逆施，真是不够他了。想什么呢？大乔好像就是那样，根本不动的。好，再救一下，再补一波牌。大乔表示不流离了，那就是内呗。大乔也是憋屈，这个攻反两面夹杀，这蛋疼的不行。孙修就是皮肤看起来挺酷炫，其实比较弱。你还是放弃吧，乐不思蜀。完了，你把装备都给他了，这还了得？还把连弩都给他了。诛灭逆党余孽，哎呀，则国之大福也。这是在干嘛呢？不管了，看一下这个乐能不能出来了。这个乐能出来，还是可以有一定作为的。完了，神桃园，两国结盟，你我都是一家人，要葬送这个希望了。杀，杀一刀，继续集火神灵，神灵要去了。万箭齐发，万箭齐发。外面无懈应该是反贼的，主中都没牌了，你好歹乐一下，他没有呗。你家陈琳把我杀得体无完肤，南蛮入侵，再放南蛮，要不王毅死了得了，让这个收了，反贼杀，这个大家都健康一点比较好，是不是？看看让不让收吧。这一篇陈琳被打死了，到死也没给刘晨补上牌。你说你刚才不给补牌，我不知道想什么呢？就可以收了吧，没必要救了。我死收了挺好的，不足怜惜，无奈家仇未报。这个孙修什么牌啊？杀闪都没有，这好奇怪啊！手里全是桃子吗？无懈可击。哎，这个无懈还是非常关键的，看这个无懈能不能翻盘。成败在此一局，败在此一局。看看孙修到底什么牌？九好，有九，那也是防御牌。在决斗，安能言降？看到底什么牌？好，九桃，那就是留的九桃。又来一个决斗，连绵不绝，生生不息啊！手里原来是两张，这个也是基本牌的防御牌，这下直接收掉。好，应该他手里是九桃闪，留了一张闪方九杀。沙场驻军一战。这样的话，带走一个还有机会啊！还大概有机会。只为吴国。顺手。这个二张是有个连弩，好像没什么牌了。南蛮入侵。啊，顺手牌，南蛮入侵决定打死小胖。这时候他肯定去打小胖了。这大乔也是挺无奈的，苦啊，真的是苦。雷杀。正言直谏，再给他一个为了过牌，他单纯的为了过牌就是想弄死小胖。
不让这个有下一回合了，要不然小胖觉醒了，拿个桃子，打个无懈。无懈可击。有连弩也没有那么多杀，把酒让孙尚香拿，别拿连弩，杀一刀，单杀一刀是杀不死的。有连弩杀小胖也非常费劲，小胖你这个需要很多的牌。顺手牵羊。主公咋不放权呢？主公你干嘛呢？五谷丰登。你是不相信刘晨呢，还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放权？这你不放权，你出什么牌啊？你顺一张开个五谷，就没有意义。你放权刘晨，让刘晨把这个二张带走嘛。刘晨不是拿连弩了吗？谁来替朕出战？你选了小胖这种主公啊，你如果不肯相信忠臣，我觉得不要选小胖这种主公，选孙乾这种主公。既然你选择了怂，选小胖这种主公。踏平余党，安我设想。既然你选了小胖这种，你就必须得无条件相信忠臣，要不然你要是诛灭像我这种不相信忠臣，我就根本不选忠臣，我只选这个孙权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用相信忠臣。你不相信忠臣，你这是有什么用啊？把刘晨就跟你搏命了嘛，知道？再此一举，杀！带走。如果打不过呢，就卖个血。善始善终。查一下手牌。来，两国结盟，放不放权？你我都是一家人。此刻来决斗，唯有死战，安能言降？二一。主公，你不会装，不会有桃还叫去救吧？大桥都扔过拆了，你肯定是内啊。伯父，再也没人能欺负我了。好了。再摸一张，小胖子放不了，这回放了，这回没得做了，你放了是不是？清贫相父做主，有的做还不放，雷杀，慢慢打吧。闪，二打一的话就不用着急了，跟刚才不一样，就是节奏嘛，要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急，什么时候该缓。杀，和平的。现在呢，就是这种局面呢。就可以缓下来了。刚才呢是反贼多，反贼人多势众，所以要必须急起来，急如风，迅如电。这边呢，你既然二打一了，那就这个要坐如松，坐如钟，站如松，是吧？还不投，挣扎一下，看能抽主公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杀杀。就是反正掉血也不亏，摸两张牌当郭嘉使。多亏了爱卿呀，一切全凭相父做主。一切全凭相父教，全凭儿子做主。杀一刀，杀不死就再决斗嘛。反正他被乐了。东都难归，出师难追。把这个刘晨发挥也是很不错啊。陈琳呢，当然第一回合也拉出了很大的牌差，但他后面没给补牌，有点失误啊。真的就是你选刘禅主公，你就必须得无条件相信忠臣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碰见的忠臣都是什么孟获、邓艾之类的，我觉得就这个放弃治疗好了，赶紧下一局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做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